野菜怎么洗才能干净。一，先要把坏死的野菜摘干净，并且去除根部。二，然后把野菜放在水里浸泡，半个多小时换一次水，可以选用盐水。三，多翻几次，换几次水，然后沥水。总结：一，野菜摘干净，并且去除根部。二，浸泡，半个多小时换一次水，可以选用盐水。三，多翻几次，换几次水，然后沥水。